结婚的计划，但又对婚姻感到迷茫，自己反复不定的状态造成与伴侣之间有冲突，在家人面前展示出保护和责任心，有投资买房的计划。月亮土星天王形成了火象大三角，行动中充满自信，在保持有趣和创新的同时也带有专业的特质，但行动中可能较为固执，不容易被他人影响，强调自我的重要和独特性，渴望受到他人的关注。而太阳和天王的45度相位则可能会对自我追求带来压力和挫败感，比较容易带来自我的迷失。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